然后呢，水哥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下这 QQ 的手游更新之后的啊，新模式超能模式，这个反正就是介绍怎么玩怎么玩，是吧？建议更新。啊，这个反正组合吧，这个是。让我们立刻开始一场超能比赛啊！这声有点大。超能有点像，像是那个什么来的？邂逅模式。闪现技能可以使用两次，闪现有什么用？但是在铁虎玩过几次，八个人，十二个人，不是十个人，为什么我在后一排，前排先起步，后排起步，后排后起步，但有氮气，前排都跑光了，哇，这太快了吧。我操！我的地图没看清楚，碾压！全队隐身！哟，什么鬼？这地图不会玩？飞越黄河，还能自动飞吗？我会飞了，我会飞了啊！哇，第一名跑那么快、啊、全队隐身，隐身是不是就碰不了船？已经来个飞行造型，飞行的话好像拿不了吃不了东西，再飞可以取消飞行的，我怎么老是拿飞行？有飞行直接穿上来是吧？不需要走那个第一名，妥妥的。这个模式比较那个哈，技术不是关键啊，关键是你要吃很多东西。还是不错的吧，是吧？第一局就拿个第一，厉害不厉害？666，点个赞。超能模式，这个可以和情侣开黑，是吧？你可以和好基友开黑。哎，不科学呀、啊！为什么我跑第一名我输了呀？什么鬼啊？卡队友应该是个跨机的，没办法。